二十世纪早期的装备。谁在那儿？ 多么不可思议的景象！ 吓不到我，我知道你是什么。他们是在起重机建到一半时就放弃了此处。 应该能挺住。 该死！该找找出去的路了。 Hmm.
了不起，这是个玛雅球场吗？可算有点进展了。好了，希望这梯子没有看起来烂得这么厉害。我得找到出去的路。
真倒霉。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这些墙壁上都有孔洞，油肯定是从哪里渗进来的。该死！他们来了。索洛托，死亡之神，我得到那边去。这下能过去了。我得算好时间。
这样能挺住。现在得让另一个摆锤动起来了。火灭了，该去祭坛了。风已经不刮了。
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无法想象的战斗。一艘西班牙帆船，可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洞穴的？损炮已就位。他纹丝不动。见鬼，吊臂摆得太远了，我够不着。
让我们找出船长都藏了些什么。是时候弃船了。黑曜石刀片还是经典。大门打开了，现在我得到那边去。我得找条路爬上去，或者把它放低一点。图腾的手臂收起来了。接下来是另一边。
也许我能爬上去，那肯定就是我在河堤上看到的神庙了。 我真是来对时候了，教徒们好像也在这儿。了不起，他们肯定就是在这儿举行赞美太阳的仪式的。 掉进水里就完蛋了。
得找条路离开这儿了。 天哪，那是什么味道？
真是不可思议。 食人鱼正在吞噬尸体。 门就能一直开着。
现在离开这个恐怖又恶心的地方吧。听起来不妙。闻起来像是臭鸡蛋，是硫磺。希尔人也在这儿吗？见鬼！
包太满了，已经装不下东西了。制造一次爆炸就能让平台上升了。只要上到那儿去就行了。坚持住，坚持住。
这可能是出去的路。还在运作的玛雅渡槽，也许我能爬上去。这就对这样就行了。我用不了那个了。
简直没完没了。现在应该爬得上去了。